然后你用信件回他。可以跟你收多少？我觉得2400好贵。2400。这要怎么喝啊？你这样有那个什么可以喝啊？他记我记了。但是会很贵吗？你讲啊。啊。之前烧名将都2500烧的。没有人点他。难道我要点吗？你打成立，你打死哈。啊。哦，我物攻也可以增加到12000哦。我物攻加到12000哎，那个阿啪啪到底是谁？阿啪啪，就交易盘上面那个啊，卖很多东西。哎，你们知道西湖鱼是谁？他一上来就是卖东西耶。对，他是分身，但是我想知道他。对，我从他30等，我就一直看到现在已经六十了吗？等。然后他不能上场。你们那个都几等在打的？你们现在在打着那个副本？哦。
这样打下去，我可以打到十万。打到十一万欸，刚忘记放那个模仿快一万了，第一次了。包包20个，没有地方可以放那个药水。小七可以不用做坐骑啊，你用跑的坐骑快耶。去收个幽浮啊，会更快。哦不，那幽浮，虽然副本可以用啊，可是我觉得副本就只有那个幽浮，感觉也很有点 lonely 这样子，就觉得如果他有出别的，比如说像有一只鸡啊，可以在副本里面跑这样子，那个我一定会收之类的。好吧。啊，对，我还没记那个名将给你。我也是爱难恨啊，难懂，爱难懂，爱难懂，爱难恨，爱难恨，爱难恨。买这个卷还要两斤呢，贵死。但我包包很大，就是没有地方可以放。放钥匙。我精灵包也是16。